过去。OK。他说别怕，怕就唱好运来。好好好。你们要声音大一点哈，因为他们怕。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下一关的钥匙啊！快跟我来！哎呀！大坏！大坏！你们别被吓到哈。佳慧，你去哪儿了？Shift 跑步，哎，可以跑起来了。哎，门开了，电视进去对不对？然后怎么办呢？哇，门开嘞！继续进去，你推开。这里有个柜子，看一下。哦，这柜子是躲的，我之前来过的。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一个残破的雪儿生日快乐，哦，牛一快乐。放下鼠标，是线索对吧？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有没有电筒可以开？你们要提醒我呀。我忘了，他有时候就，哎，这有个盒子，观察，打开怎么打？你哦，哎，钥匙找到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音量你们可以调小一拾取。那这个应该是不是就是这个的钥匙？感觉这一次进度快了一点。哦，哇，这里有一个那种 C 是蹲下。哎呀！啊！哎呦！下面是一些拜的那种东西，烧的纸钱啊。上次玩到这里来的，然后这里，哎，门关上了，太好了。进门啊，我跟你说，像恐怖游戏进这些门一定要先关门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线索，这是有一个什么，这个没啥意思吧哈，反正也看不懂。哦，还有什么线索啊？这屋有吗？看一下，我要看呢。哟，我忘了耶，我上次好像。就是到这里差不多就没玩了，就死了吧，就出去了。啊！哎呦，我刚刚在看大幕，一下子虚晃一下，把我吓的。把我吓到了，我之前明明好像玩到这来了，为什么还是被吓到？这就是佳慧，这是佳慧对不对？九四幺八，他现在是不是走了？哎，我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？你们把我声音关小一点吧，因为我控制不了。你们没被吓到，到时候被我的声音吓到了哈。我出去了是不是？先出去去哪儿？不管，先出去再说吧。王佳慧往对面走了，找一下东西。啊，电筒。你们要提醒我开灯啊！这就刚刚藏的那个，应该是在往这边找一下。找什么啊？现在是要。那边没东西啊。往哪边走？就往这前面走。那还是这个屋？哎，门开了，门开了。刚刚这没有。就是刚刚这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打不开。我床，然后这个床是空的呀。蹲下了，蹲下了。哎呀，
站起来。这里好像没来过哎，这有个碗哎，不能捡哎，那里面是血吧？哦，这也是个躲的。他们说我走反了，晕死了。这是一个什么？看一下，今天接到了报案，然后发现了什么没有回应？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开了门，走反了。他们说我晕，你们不早点说呢？你们怎么也不跟我说？哎呀，还是弹幕告诉我的。你们不是玩过吗？怎么回事？这么快就忘了，太无情了。玩过一次之后就丢下了他。确定往这边走？对对对。这是个 bug， 是怎么呀？上次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那个视频解析了？不是，不用弹幕它就可以解析，因为他们就是玩过啊什么的，他们知道怎么那个。哎，你们告诉我一下呗，我现在是不知道干嘛了，现在是，应该是这边，你看这边这么多房子还，找一找，看哪个门能开吗？这里是吧？刚刚没有这样，这个门不行的。哦，这里有个门，不是不是，啊，这边没有了。哦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那这要蹲下。哎，等一下 ，This guy， 开门的一瞬间，哎呀，这个什么牙医，看到一个尸体，你蹲下去走过去吧。站起来，上面也不能挤。哎，有声音，佳慧，怎么办？现在是，他已经过去了。现在是咋个办啊？没有钥匙啊。我还是刚刚不是在这儿。关个门呐！对对对，我知道了，需要工具来发动。嗯，到底要什么？应该是钥匙，肯定在这里。哎，不对，这是那个发电机呀。是工具在哪里哦？是在这儿啊。这个的工具在哪里啊？那我现在来这儿是不是没什么意义？这个房间对吗？那哪里有钥匙啊？有点提示呗，不然我很慢的哟。看一下他们怎么说，找钥匙开对面门，木板挡门。但是我现在找不到钥匙啊，是不是我哪个屋？这里。锤子，他们说锤子砸门。那先找个锤子吧。这里是吗？我没搜完吗？你看这个打都打不开呀！哦，这好了，有一把锤子了。我看弹幕说，我觉得题目过不去，过去了怎么办？啊，一封信，看一下，应该又是线索之类的。假牙，牙医，这里面有钥匙对吧？他说假牙，那肯定钥匙在假牙盒子里面之类的。这里也打不开。这是一张斑驳的照片，两个小孩。这个也打不开，完了，这个也打不，没有线索呀。钥匙在哪儿？嗯？
又在那高能高能，哪来的高能啊？别在那，别在那骗我！你们是不是全程看？那钥匙提示一下呀、啊，弹幕君。哎，这里可以开门呢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关于牙齿生长的偏方。哎呦！大西游，那这里也不能开门，柜子不能打开，你看，柜子不可以。木有，一拳一个高能怪哈、啊，这就只有一封信，找到钥匙了。怎么这里也有啊？呼！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那是不是等会儿肯定又重新开启了一个门？应该是这样，他一来就要重新开启。对，他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往左边走了嘛，在左边，我出去了哈。原来。糟了，他让我蹲下，可是我没看到他呢，他在哪儿？这边，我要怎么办啊？然后呢？我去哪儿啊？去那边啊？这边呢？这边没有东西吧？我蹲，那我过去一点是不是？啊！喂，他怎么跟我面对面了？他不理我的。哦，哦，看不到我是吧？哎呦，那一个脸，我都吓死了。我刚刚我说，哎，那是个什么鬼？你看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试一下，我蹲着看看。我照一下他。哎，我照他也没反应。哦，对，跟他一起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这边、啊，哎，啊，赶快，啊、在这躲着吗？哎呦呦，看到他的身体了，我躲住的，肯定看不到我。哎呦，这里没什么、啊，走错了吧？哦，上面。哎呦，赶快，赶快！蹲下，蹲下，还是得蹲下吧。这，我现在是不是要走？佳慧呢？他走了。哦。随着他的频率。哎呦，我怕怕呀。不是的，对，这个钟它不会自己手走的，调到7:59啊，6点啊也没有用的。你以为就可以啊？主要要他进来，他8点才会进来呀、啊，对吧？你们是不是？我记住路径。哎呀，跟着走就行了，不是的，要跑这里。你蹲得那么慢，他在厨房那儿一眼就能看到你，好吧？我觉得可以了，试一下吧，大胆的尝试一下吧。哎，你看不行啊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拔是这样啊，我一出门跟他撞见了 ，face to face 的，
是不是我就是要出去看一下他呀？就是他去厨房做饭了，我肯定要出去一点儿。蹲着在哪儿吗？那出来，我觉得在这里这样看一下他吧，对不对？他在做饭呢，光跑的不行。我一跑他就听到了，应该是蹲着先出来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看吧，他们说不能跑，先蹲着走。对对对，应该听你们的呢。啥游戏？这个叫《港鬼实录》，是国产的恐怖游戏哈。OK， 好可，来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哎，怎么这么像？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等八下，他就回来了。蹲着走会听到脚步。调换就直接跑，家伙！我跟你说，调换直接跑，你就在门前撞见佳慧，你信不信？我打不进。柜子啊，哪来的柜子啊？过不去的。调完跑出去有柜子，他们说外面有柜子。厨房和客厅，你懂吧？是外面的走廊有柜子没有？你们看的是老版本的吧？哪来的柜子？你确定啊？我跑了哟。出了错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呀，他们说有个柜子，我来看一下。他们说他会在这里走，在这儿走过去，对啊，为什么在这儿走了？然后他走过去的时候，你就马上往外走，是这样吗？他们又说不能跑，都要蹲着，不是啊？一直蹲，一直蹲，他们背对你，要蹲着走出去啊？你当时是蹲着走出去的吗？没柜子好，没有柜子哦，柜子在屋子外面。我的天，我还知道外面有个柜子呢。那屋子外面的柜子没什么用的。哦，他那被误导了，被有一些小伙伴误导，是应该蹲着的。我再蹲着试一次吧。那蹲着我还是得看他的轨迹啊，对不对？先进厕所蹲着啊，那不是一样吗？进厕所不是跟这里？不行啊，我都进厕所了，我还不如直接跑出去，对吧？哎，我这是几点呢？七点。我觉得怎么按不动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钟它七点钟还按不动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们说我现在去厕所蹲着。哎，好像有点用呢，是吗？对哦，现在。哎，对哦，哎，你们说的好像有道理。
就我敲完八点钟声的时候，然后就调到，然后就跑到那个厕所那儿去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等他进来关门用。出门就能封门？哎，不是，他们说出门就能封门。就说他们说调完闹钟我就跑出去，真的不行吗？我也觉得好像是，不是我妹妹之前玩的时候调完闹钟就跑出去，结果就撞见门口，就撞见那个佳慧了。是蹲着出去，我一下站起来了，太着急了。哎呦，这柜子在这里，我当时也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敢找出来了，没办法。要不我试一下，我这不试一下这样吧，就是我调完钟我就马上跑出来。他真的不行，我觉得那样太简单了。不是，我就跑出来躲在外面这个柜子呀。那不然外面这个柜子是干嘛的，对不对？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，因为有的小伙伴我看他也是那样说的，他说你调完钟你就马上跑出去，那你上次玩明明马上跑出去就跟他撞个正着的嘛。我要开始跑了。妈蛋的，不是待会想八下才回来吗？佳慧，你怎么这么快呀？你这是个捉摸不透的女人。哎呀，对，因为我完全没有料想到，你们这些骗子行都行不通的，不行，那样真的不行哈，失败了。哎呦，吓死个人，烦死了！是谁在那乱指点？对，没有防备，我以为没有那么快，因为你上次至少是出去了才对碰到的，这走出卧室门就碰到了。哎呀，还是要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吧。那、看来我知道了，他不会让你走出卧室门，不然那你这游戏太简单了呀。对，厕所不行，你只要一出卧室门就碰到他，他设定这个游戏就是这样设定的。哎呀，一群云玩家，哎呀，吓死了！真的，我妹妹还玩着玩过也被吓到了。哎呀，捉摸不透，所以有的游戏通关了也没有什么意义，还是会被吓到。早就告诉你关手电，哎呀，这个跟手电我发现没有关系。对，他看不到手电筒，好吧？他这个游戏设定没有就是手电筒开关的这种，他就是让你蹲着就这个应该。我先走到这边，还是要蹲着，就看他刚刚那个轨迹那样过去了，我就蹲着出去。那我蹲着出去之后马上站起来，然后还是怎么的啊？还是锁门啊？你当时是怎么的？对，那你怎么关的门呢？要关门贴符啊。
我开门？骗你们骗我！你们这些人笑死人！现在可不可以？大哥，官方提示我还是相信的哈。你们这些弹幕让我去开门，哼！然后，我要进去吗？不好吧，我开个电筒。哎，倒地了！佳慧，你怎么样了？醒醒啊！你还别一下站起来！哎，变了，他的脸不是鬼了。然后呢？哦，现在他终于解脱了。你要这个阿婆吓死！放心吧，你朋友已经没事了。哦，很快就会醒来。哦，是吗？之后我和佳慧就离开了城寨，再也没有回去。也因为这件事我们变成了情侣。不过佳慧由于惊吓过度，有时候行为有点古怪。这都能变成情侣啊？在老板的协调下，我们调离了外景组，一直在办公室工作。在办公室就这样过了三个月，直到四天之前我收到了佳慧一则奇怪的信息以后，就再也联络不上她了。再也联络不上。这几天下班我都会一个人留在办公室，希望可以找到有用的线索。这办公室对吧？他让我去买罐咖啡，整理一下思绪。这个钱包拿着，不然没钱买咖啡。你说的是什么？嘿，港鬼实录，这上面是粤语。我靠近了，你看上面那个佳慧说的，谁浪起啦？吃中饭了。谁浪起啦？然后这个什么会啊？对，秀什么盾？香港有这样女咩？我冇听过香港这个地方，你怎么还冇到啊？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佳慧，你在家咩？你在家噶？我这个不行，我这个粤语。那个谁浪起啦，那谁浪起啦，那个不就是粤语的感觉吗？夹杂着点那种英文。帮我买咖啡，买咖啡。哎，怎么出去了？怎么出客？哦，这里咖啡。哎，哦，这儿。天哪，这个办公室装修好神奇哦！怎么这么就是中西结合的那个？你看是红色瓷砖加上那个。我不能跑呢，我现在，逃出临界点，鬼面，哎，这是一个节目，对不对？鬼面有好多 fans， 锁住了，这里不能出客，这里呢也锁住了，这里呢锁住了，全锁住。这个大门，难道我走到大街上去？哎，让都不让我出去。他不让我跑起来呀，这个没锁吧？哎，开了。哎，这里有一盒饼干，曲奇饼干。哎，这么亮，他也不能让我捡起来。哎，这里咖啡机。咦，这个声音也太大。咖啡来了，喝咖啡。哎，我也想喝咖啡了。电话在哪儿？电话没在这屋，对不对？爱睡觉，放松时间没高能，真的吗？哎呀，那就行。糟了，电话是不是在我办公室啊？我家办公室有电话响起，我们去睇一下呀。呢度。找一下电话呀，电话，你在冰岛啊？你上啊，在这儿找到了电话，这有个亿啊，接个电话吧。想要找到佳慧吗？想。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这么健忘啊！上次那个女生，之前在城寨，我还救过你的命呢。你先听我说，你们公司上次是不是买了一套二手设备？其中一台 DV 机很邪门。
就是你上次在城寨用的那台，但凡被他拍摄过的人都会受到诅咒。不信的话就去找录像亲眼看看吧。他让我到机房找硬盘合约。机房在哪里？哎，我直播怎么也卡住了，吓死人。没搞我啊。机房在哪里啊？机房应该是应该刚刚有门开了，对不对？哪里在响？这个门声响的也太多。哇，红光。这就是机房吧，看这样子。太吓人了呀。哎，找到了硬盘。Yes。插入电脑看看，走，我们去找个电脑。那应该就我那个房间应该就有电脑啊。你们刚不是说这是轻松一刻吗？怎么又前方高能啊？别吧。找个电脑，我们看一下啊。来看一下 DV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又到了逃出临界点，直播探灵，这是在直播还是弹幕？我是海，今天吓人。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，感觉是你们的弹幕位，是传闻中玉女花的分尸案的现场。我现在直播探灵，大家去看看。哎，干嘛？这叫我走？这不是看录像吗？怎么我动啊？我烦啊！妈蛋的，又要我来操作。哇，推开！哎，又是我操作啊！喂，干嘛无缘无故想起这个啊？哎，还来点这种音乐，我真的是醉了。这是个四，这是什么？有什么用啊？线索就是四啊，这是个啥呀？一个拳头，这是个拳头还是个啥呀？菠萝、草莓，这是什么？我拿不动啊，只能让我四。好，行，记住，住吧。真的呀？那个，就这个。哦，这边没有啊。是不是不是这个房间？心脏，哦，那是个心脏。他们说那是心脏。这是六，有个，这是大肠子。三。哎，你上次玩过这吗？我怎么没印象了？哦，记住哈，你们记住，三是肠，四是心脏，嗯。哎，这个硬盘，罗盘。找一找，那不行、啊，这个也不能藏人，哎呀，哎，这有个东西，簪子、发簪，哎，还有弹幕，哎，你赶快发点弹幕、啊，不然的话让我感觉好吓人呢、哦。这里又有一个那个什么手指模型，假手指。留一封信，我回家了。你不是一直赞我的手艺吗？我给你最漂亮的身体。不懂啥意思。微波炉里面有个也有个纸，有个八卦图案，捡起来。这里应该没东西了哈。有八卦图案了，这里好像没啥啦。嗯，冰箱里也没有东西了。哎，怎么还不让我捡的？那我就开始弄图了。对，就两个。哦哦哦，对，这有一张图啊。对，还有一个那个肺呀、啊，肺在哪儿啊？再找一个。一个房间肯定有一个吧。
这里我是吧，第一个就是厕所，这里面好像是没有的啊，这里面就是一个那个纸。哎，哦，在，找到了，七是肺，七肺，四心，三肠。那然后就是干嘛呢？那我也不懂那个谜怎么解。我对于这种罗盘的，因为你当时玩我好像也没有怎么注意这儿。哎，哦，它下面有图，我看一下哈。心脏是四，对吧？心脏是四，哇，太难了吧！WS 是移动，什么呀这是？我先看一下，心脏是离，那我们先来个离呗，离在这儿，然后是四，怎么弄四啊？四就是这个样子。行，三场，这是上面往上走，下面也是挨着上面的。哎，这个操作好难啊 ！W A S W 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来费，费是几来着？费是七，对不对？七的话是全部在。贴着的像磁铁一样，然后背是对，就这个贴着，这样，这个对这样，然后那个长是三哈，三是那个对应的是谁呀？肝，这个吧，就是这个，然后肠子肝，数字是三哈，离得很远，他们俩，哦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那就确定了呗。哎，怎么没反应啊？全部要拼完。这是啥子啊？八。哦，我还要全部把它拼完哦。拍错了。对，这样。这是个什么？砍五，五也是离得很远的。这个字是一，一是合在一起的。分是二，二是也是离得很远。正是六，六是一个往下走的。错了，这样。哎，来了，然后来，哦。好犀利啊，好 cheap 的 tissue。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拿，哎，不可以拿它，也不能动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这里不是本来开的，哎，没有，哎，门开了，哇，假肢，哦，我手指指装上去了，他的意思就是往这边指着的呗。我先把东西看着。这里刚给我能拿什么吗？一道符啊。对方没线索了，但他往这边指着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这个墙好像很脆弱。我要踢他，怎么弄啊？这道具啊。他说很脆弱，那我拿个什么去砸他了？你别前方高能啊，我撞不了。你看嘛，这手指也是一个线索，意思就是这堵墙往那边走肯定是这样的。啊！哎呦，吓死了！哎呀，我当时没干这个。我的妈！
这什么意思？哦，录像证人被诅咒了呗？我，哦对哦，我代入感太强了，我也是我。现在是啥意思？哦，我看完了。哎呦妈呀，吓死个人！然后嘞，看完然后呢？哦，他不是就让我看录像，还要干嘛呀？这里我真不知道。行，出去看。哎，上面哦，那是门。哎，哇，变色了！锁住，它变色了的话是啥意思？这里已经被诅咒了吗？哇！佳慧，佳慧，等等我！我要去找佳慧吗？我不想找她呀。佳慧，我们分手吧。这不是我们海拍摄的那个地方吗？对啊。佳慧呢？哇，怎么这么是？一定要找到佳慧啊！我晕死，放弃不行吗？他好像往这边跑了。我刚看到，哦，这门开是不是刚刚？哎，等一下，不就是刚刚那个吗？那个场景，穿越了呗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个东西，哇，这不是个柜子吗？但是躲不了。这，别吧，我还是不是马上又？关键是这柜没有柜子，可是我已经按下去了。现在是啥意思？我觉得应该沿着这根黄线，对吧？嗯。哦。走，这个地道，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墙？刚刚那个，怎么有个那么大的哦？弹幕延迟，吓死！你去哪儿？哎，你别走哎，你走了我不玩了哈，太吓人了。糟了，我妹他们走了。做两个木偶，哦，这是那两个木偶，好吓人。木偶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？不确定。哎，我怎么自己站起来了？哎，水滴声越来越近。这个楼梯。然后呢？哎，山路十八弯上去是吧？那个东西出来了吗？好吓人哦！这里面有个 boss， 打不开。哎，保存了，保存了 ，yes， 我存档了就好了。啊！我找他呀，还不是要找他吗？那不是佳慧吗？
好，我没有准备好。可是那你说的那……啊啊！直接往那边走，对，往右。这个蜘蛛精，对这个，对这个，我觉得没有加回吓人。等会儿就直接那样是吧？然后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我不怕你，像个木偶一样的。这样是吧？一直跑吗？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又要了一次啊 ！Oh no， 这是跑酷吗？他们说左转。One more time， 我可以的，我可以。那是什么？然后嘞，应该这边吗？那应该不会出来了吧？又是新的音效，我很烦呢。这门记载着什么？哎呀，看不懂。这有个东西，趁。拿不下来了，牢牢的粘在上面。这门能开吗？被锁住了，我是不是要开这个门啊？是不是要解锁？有钥匙 AD 选择 E 使用。哎，开了！那现在我是不是要进去？哦，拿东西替我。哎，这有个 E， 好，缺了零件。他说缺了零件，那哎，这里有没有？这有个毛，哦，不是，这是个警示板，锁住。那缺的零件应该是这上面的东西吧？这个拿，但我一拿它就关门了。我在哪里呢？没有啊，这个房间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好像有了，找到了把手，那我就把把手了拿来替换掉了。是你吗？我这就过来。佳慧啊，你怎么一天就
就寻找要搞事情，寻找打开通风口。让我寻找是不是又堆家呀？就是要堆家的样子。那我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我动不了了。我晕，不是，这是剧情，我动不了。不知道怎么走，我蹲着走，不用吧？非要蹲吗？我怎么跑起来啊？我要进去啊！Oh my god！ 他在哪里啊？我要过去吗？要过去先找到他。我这里有保存了。哎！我记得他过了好久，但我还没有过过。哦，看一下这个路线，我看不到他去哪里了。我也想跟佳慧就断绝吧，应该是从这个桌子一直爬，这是个路线，对不对？他在这儿，看一下他怎么走的，我先。看到我，这样爬。哦，然后爬过来。绕圈圈，一个正方形，是个正方形的样子。那我就在他过来的时候，那我就一直走呗。不行，这个两个桌子之间有缝隙啊。现在过去。哦，走到这里，这里哦，我要去那个桌子，这样的话比较远。我得等他等会儿先过来的时候，到我头顶的时候，我就过去。这样的话应该快一点。好，可以走。不要抓到我，兄弟！哎，没有抓到。我知道规律了，这个简单。等他爬过我的头顶的时候，就看不到我了嘛。现在在这停着的。刚刚就是在我头顶之后，难道它每一块的还不一样吗？杀了个鬼嘛！啊，我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喝奶，奶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我当时害怕极了。按说跑起来才蹲下。跑起来会被发现吗？不是，跑起来蹲下呀，这个过程啊比较有点繁琐。我是不是真的要跑啊？哇，那有点累耶。真的要站起来。他说这个有点吃操作。你当时是不是站起来跑的？当时起码玩了100次。行，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等他爬到上面的时候，我刚刚其实我第一次不是的，我刚刚就是这样，就直接过来了。时间，对，哎，好运，运气好运气。躲在桌子下了。这里可能要跑起来了，我感觉。需要吗？我不行，我都不行，我不敢站起来。你有点像，我就有点笑。我看一下他的轨迹，哦，他就往那边跑了。我等会儿他在我头顶往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再往那边走。
看不到呀、啊！就这个时候，哎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你在这儿。过去了，我怎么办啊？行啊，再出来一点点，我等会儿那个应该看不到我吧。Oh my god！爪子了，你看到没？这儿，故意的。是不是我走出去了一点，让他感觉到了？是不是我因为走出去了一点？是，触及到他那个点儿了。设置了那个点儿，你知道吗？触碰到了。现在我坐去哪儿啊？这个桌子，再来一次，再来。有点紧张啊，好不容易过了这么多桌子，再来，再绕一圈。怎么还看到他？在我脸上。看到他了。我现在是要去这个吗？这边？你确定吗？出门然后呢？就这样，我又碰到他吧。哎，是圈圈。哎，就是个纸啊，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啊。哎呦，太吓人了。我被董事又遇到了吧。刚是怎么在走啊？我感觉我这边没有看到过。哎，是啊，这没有东西啊。那这个门也打不开啊。回头，没有。又要来追我。怎么找不到呢？哎，对呀、啊，这我不是那儿，那儿进去应该就遇到。干嘛就刚刚这里、啊、看过了。哎，我没看过，看过了吧？这边啊，就是一个纸，你看嘛。哎，哦，钳子，拾取，那应该就是个钳子。哎，我要记得路。
怎么你们又在害怕了？什么意思？我要怎么跑回去？艰难小鸟，我现在是怎么了？我拿完钳子，然后呢？喂，我去哪儿？我不是路啊！我的天啊，柱子，左边！糟了！我杀死你！我往右走，快帮我记一下。这。我拿到钱了吗？对对对，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往哪边跑的呀。来了，是这样的。哟，拿过来。走了，去哪儿？出不去。那里面的路啊，那里面的路怎么的？我休息，喝奶茶。你是不是绕着右边边走？右边那儿应该宽敞，左边那儿。他们让我蹲下。不是吧？明明还在地上爬。我觉得不是蹲下。蹲着不是的，绝对不是蹲着。你看那个声，听那个声音就绝对不是蹲着，好吧？他就是让你要跑的意思。走右边是吧？行。好，我忘了，你还是得那个提出一下。提醒。蜘蛛精啊！我又没惹你。右边没东西了，那儿蹲下，看到那儿有桌子，然后跑到那儿就蹲着。哪里有桌子啊？就是要钻，每个都要钻吗？不是，就你不是进这个门的时候，进最开始左，没看见哦，对，进门的时候是的，但是在哪儿啊？哪个方向我有点忘了。就一直往右嘛，跑到。对你跟我，你刚刚记得吗？那个桌子。我知道要蹲下出去，但是那个地方在哪儿我忘了啊。会蹲呐。你记得原路返回的路吗？我们钻了左上当桌子，然后最开始那个地方我忘了，而且刚那么紧张，你哪看得清楚？我跟你们说，旁观者的那个角度啊，就是上帝视角的角度，跟我玩的这个角度还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玩的话会很紧张。过来哈，那咋还没存档哎？然后呢？这里过不去对不对？哎，不是，啊，这我原路返回，这我刚往那边过不去吧？应该是这样，对吧？出去了。哎呦，终于过来了。我就，哎，对对，捡这个。哦，拿这个来了，那我就可以过去了。吓死了！聪明，嘿嘿，棒棒哒！对，你们是你们指点的好。哎，妈的，好烦！地下倒还有那个飞蛾。
而且地下还不能跑哎。走得好慢啊，我现在是要去哪儿？就一直往前走。得走多久？他不会蜘蛛在这里面来了吧？妈的闪电啊，是系统原因吗？我出去了没东西吧？哎，有个东西，张宇海的员工证。下去了，跳 jump。 哎，保存了保存了。哎，有没有线索？这一关这一章节我是要干嘛呀？这里搞怎么了？哦，对对对，不会又有什么鬼东西吧？啊，老凯，吓死，好烦。哎呀，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把我吓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撞哎，把你撞到了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9月13日，我是逃出临界点的阿海。哎，吓死了。节目组的人呢？听一下，我一个都没见到。9月14日，我探索了很久，却怎么都离不开当年用 DV 拍摄的那个地方。难道我是被困在了视频里？9月17日，要什么？好像已经过了3天了，我什么都没吃，但却不觉得饿。感觉这里好像还有其他人，我还经常能听到诡异的歌声。弹幕护体，弹幕护体。我也不是故意要吓你们的，我也被吓到了。我已经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。让你们把声音关小点，不相信。那个东西。哎，你怎么说这么多啊，阿海？你说点重点好不好？这是阿海在说话吗？我逃不了了，我坚持不下去。我困在里面了，他说坚持不下去。他被困在里面。周围是很多张铁窗。哎呦，哎呀，不知道，我都忘了有阿海。哦，所以他就会坚持不下去了，他自杀了的意思对吧？身上没有什么线索。往这边走。哎呦。哎呀，这个窗帘吓人。这边没有东西了耶。这边有没有线索啊？这边应该没人。哦，这里有个门。哎，又是要钥匙，那就找个钥匙来。会不会在这上面？铁床上面有吗？不可能，他就是在这儿被困住的。不会在阿海身上吧？记得吗？记得在哪里吗？仔细找，藏在角落的呀，就这个房间对吧？铁床？你们知道钥匙在哪儿不？怎么前方又有高能啊？别骗我哟！门口柜子下面。是不是的？不是的，这里看嘛，我蹲下都不给我提示的。架子，哪来的架子？这个，这个吗？门，这个里面的门口啊？哦啊，骗人！他们应该是没表达清楚。没东西啊，你看，不是哦，最高的那个，这个是最高的。哎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你这样提示可以的，找到了。我还真的没有跟上，谢谢了，弹幕君。好。要去打开这个门。哎呦，有什么？哦，没有，啥都没有。这有没有什么高能啊？我又是蜘蛛精吧？还有蜘蛛精不？我还要杀他吗？
哎呀，那个蜘蛛精真的烦人，它有那么多脚。哦哦，电话，电话在哪里啊？这里。哎，不，电话呢？这边呢？现在你相信了吧？那台 DV 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就要说到他之前的主人。停下，如果你不想跟阿海一样的下场，还是先想办法离开吧，去找一道隐藏的门。那家伙他在哪儿？喂，喂，那我找隐藏的，嗯，保存了。门上有一个神秘的仪器，好像缺少了部件。那缺少什么？我去找部件呗。哎，借班主任的那个赏识，这个应该没什么，就在这儿找对吧？这房间里有吗？哎，有签。嗯，这个签是，又是选择。哦，把哦哦，两个来进行。哎呀，天啊！一拿起，试一下，拿起，放下。哦，就调换一下，把它这弄成一排平的吗？糟了，这个对于我来说不行。像这种，这个叫物理还是什么知识啊？两个调换的这种，我都不行啊我。这个放到最边边去。看一下，这个拿起来，跟一个最矮的换吧。哎，不行哎，要跟哪个一样平啊？现在全部平啊，一个个是。哎，他这写的第四千第几千，是不是按数字排啊？哎，三长两短，这是哲学啊！从左往右，由高到低，25是第二个。哎，你们说这个数字是第几个？来来来，现在交给你们了，哎，交给你们了。但是上次不是四吗？就能看到数字的，你们说摆到第几个呗？好吧，十八什么25，还有25是第几个来着？我刚刚说第几个？他说25是第，哎，我又忘了，我的天啊，这个，啊，25排第二，然后呢，三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就三四是第一个。可是我看不到三四在哪儿，那看不到的这么多都看不到，这个是不是三四？看一下，哎，三四第一个，哎，真好，有弹幕君真的是太完美了。八，八是那个这个，哦，这个八，嘿嘿，哇哦，然后嘞，三四二五八，你们怎么就只知道三个啊？当二排第四。三二，哎，哦，这就是三二吗？好，哇哦，然后呢，弹幕君，他们说我作弊，哎，那不然的话，我一个一个试，你们看着也很累呀，对不对？我的脑力不足，你们，我们现在是在一起体验这个游戏，你们参与也是大家一起在想办法啊，怎么是作弊呢？是吧？这个不是作弊，这是我们一起的一个考试啊，一起的一个游戏。十三，好的。十三在哪儿？应该这个看不到。哎，不是啊，这十二啊，没有十三，骗人，没有十三呐。哎，他们是不是故意说的十三？你看，没都没有十三。你看他们骗人，故意乱说一个数字，十五，那是什么十三哟？他们说的是十五。哎哎，好，剩下的让我来好吧？剩下的我就不用借那个让你们来那个了，我不作弊了，让我发挥我自己的脑力。Yes， Yes， 我太聪明了哈！拾取一个白玉奶玉色的勾奶什么白。
发黄的纸页。好的，现在还有那么多啊，就安上去呗。那三块啊，还是在这个屋子吗？我有碰到蜘蛛精吧，也很烦那个蜘蛛精。哎呦，这么大个屋子在哪里找哦？我觉得剩下的应该就直接就是一块玉了吧，不会每一个都让我来破一遍。哎，还可以上楼，我要上去吗？这应该没东西，上去看。蜘蛛精，别来无恙哦。楼上有一个，他们说的，但是没有，你看锁住了。难道在地上？真的没有哎。求救弹幕君。没有，楼上还有哪里有一个，记得吧？在外面吗？这里吗？瀑布。哦，对对对，这里可以上去的。挡住了，他给我。哎，这些桌子就是有点烦。OK， 瀑布这里啊，啥都没有啊，郁闷。啥都没有，哎，真的木有，真的木有哎。舞台，我就在舞台上啊。你说你喜欢三女情，对着唱一首歌。哎，我得了，我是不是唱着唱着那个家伙就出来了？这是不是剧情之一啊？他放了个舞台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在上面跳个舞。你说你喜欢三女情，而我得了一个七。等会儿家伙就出来了。哎哎，我一唱就有钥匙啊。哎，是不是我唱出来的啊？这个钥匙。哎，我感觉这个钥匙真的我唱出来，刚刚没有。哎，那我要再多唱歌呀，在这里面。糟了，怎么去二楼来着？怎么上去？这边。对对对。这个游戏啊，这个游戏叫《港诡实录》。开门！蜘蛛精，别来无恙。哎，没在。哎，有一台摄像机，这不是摄像机，这是投影仪。看一下，滑动的齿轮已经生锈了，就现在只能这样滑，就你看这两个角度，然后呢，那我就滑不了啊。可以过去吗？肯定这等会儿这个要派上用场的，这游戏就是欠唱。好运来。等会儿我害怕了，我就唱好运来，好吧？哎，八仙，那一个个门的都不给我开，碗里也没东西。我怎么感觉这里又是一个圈圈，像要躲蜘蛛一样？柜子也不能开呀、啊。哎，这个门，哦，这个是什么个意思啊？一是蓝色，那这个是盲猜吗？那我没有看见提示在哪儿。哎，你们知道密码不？大木真直接说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还是自己找一找吧，不然太那个。哎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还好找到猫眼了。高能，这有高能，什么意思？哦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是下面有提示。蓝色是一，白蓝白红黄哈，记住蓝白红黄，蓝白红黄，蓝色有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，白两个，六二，红一二三四六二四，哎，什么是三呢？哦，好像是六二四三，是不是六二四三？试一下啊，六二。四三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开不了，
是不是数错了？哦，红色，我数错了是吧？五个，哦，是五个，五个，那是六二五三，他们说是六二五三，五 ，OK， 哎，没有啊你。哎呀，吓死人了！我双手都脱离肩膀了，哈！妈蛋的，我就想骂人了。蜘蛛精，你去死吧你！你吓死我了你，你知道吧？嗯。哎呀，气死我！然后呢？哎，哎，不是用这个罩他吗？那我去哪儿啊？哪个门啊？啊！我所以我要一直往那个灯的方向还继续走，对吧？你看嘛，不是灯照他。哎呦，那哪来的时间唱好运来哟？等一下，还是不要出来。哎，又把我吓到了，烦死了！啊啊！我一点心理的反应都没有。怀疑我说他是不是又要来下一次？然后怎么走？怎么走？这个门没有门了，完了！哎哎，有剧情，有剧情！这个门怎么卡住了？哦，原来这样啊！这关还是没过，需要工具。那我又要回去拿工具吗？哦，没在了是吧？哎，真的好滑人。那应该就是刚刚那个门那里，因为我解锁了嘛。嗯，那个门怎么走的来着？我都忘了，我怎么跑的？哎，我的，哎，在这边吗？那个舞台呢？哦，不是舞台啊，在这儿啊。哦，门打开了。嗯，这上面有东西，有东西。Yes， 哎，这个玉第二块，然后这个呢是一把螺丝刀，还有东西没有？先看一下，这些应该都是没有什么用的。OK， 那应该螺丝刀可以打开刚刚那个吧？哎呀，吓死了！真的是，真的很烦，我真的想杀了这个蜘蛛精。哎，老在那儿吓人。那就开这个门吧。哎，是不是走过了？嗯，这里吧。Yes。这就是二楼啊！哎，我刚刚不是这样进来的，我刚刚是从这儿进来。现在下去去哪里呢？把那个玉安回去。那不是才两块吗？我还是收集了两块了。哎，是在这儿吗？这里，我看一下。哎呦，还有一块啊！怎么办？还有一块在哪里？我们今天把这一张玩完了，我就不玩了。我们就明天玩。明天我们把剩下的不是明天，那个下一次直播玩。我明天不直播，下次我就把剩下的玩完哈。因为这个好像有四五张对吧？他们让我去一楼，一楼的柜子怎么下去啊？戏台走左边，这里吗？哦，哎，哎呦，你们太好了，真的是 OK 啦。那谁让我去一楼的那个揪出来？哦，这就是一楼，哈哈，好吧。哎，开了。下次我就开摄像头，好吧？下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《钢轨实录》，我们把通关。下次绝对通关哈，不通关就不下播那种。下次直播，哎呀，等一下，有个笼子，拿到一个金丝眼镜，哎呀，我戴上眼镜了，往外面走吗？哇，有脚印，肯定跟着脚印走呗。在舞台上，哦，这里是个洞，哎呦。
好吓人咯。下次再唱一首歌，上舞台唱啊。再给你来个手势舞，把它引出来好吧。保存了。等一下，这里面有没有高能？确定好。有个表演。耶、yeah!走近看看，他表演嘞。不怕不怕，我在我在。哎，啊，好吓人，真的是，要怎么办呢？我每次就是有时候玩着玩着，我不知道我干嘛了，就忘了他的整主线需要干什么。哎，不是，我关键是没进去。先看一下，哦，这后面可以进来。看一下上面有个提示，神功什么赠票啊？这是个罗盘，少了个零件，看来又要装上去的吧？要找东西装上去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哟、哎，要打 boss 了。哦，那现在还没出来吧 ，boss？嗯，东西在哪里啊？桌子上有没有？我来看我那个超级视力，一目十行，能不能看到凳子上的东西？这里好像木有，是吗？天啊！嗯，那我就这样看吧。那一排一排的好累哦。哎，不是，你看，八卦的法器还要有一个，那样的话就太麻烦了噻。鸡儿摇，哦，好好，鸡儿摇，这是 D A B C D A B C D E F G， 这儿鸡儿摇，哎，除了鸡儿摇还有呢，真的有鸡儿摇，就一个，你看他们说就一个。哎，这个不是你们提示的哟，这是我自己找到的哟，我一目十行哦。哈哈，每个凳子还是有序号，你们好厉害，我的天，你们怎么鸡儿要都知道啊？哎，哎呦，保存了，保存了。佳慧，佳慧，你别跑了，佳慧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好，我找到你。哎呦，怎么了呢？怎么又变了呢？哦，这不是舞台啦，变成一片废墟。哎，估计刚刚那个是我想象出来的吗？这儿有一台机器，这儿也有一台机器，三台吗？三台机器这里有。然后现在是要干啥呀？看看。这不会就是来照蜘蛛精的吧 ？OK， 懂了哈。那蜘蛛精是不是要出来了？大蜘蛛。佳慧呀、啊，真的分手吧，佳慧，真的非常不适合一个喜欢诡异的那种女孩。这里有一个，记住这三台的位置。我都看完了，那个蜘蛛怎么还不出来呢？还要弄啊？哦，对，没，你看动动不了。哎，蜘蛛什么时候出来呀、啊？是，但是我现在是怎么没有东西给我？是不是上个香？没有啊。这个竹子凳子，门口，他让我去门口。哦，去门口。哦，对对对。我太怕了。门打不开，你看。门打不开，这图案或许和哦，是不是要仪器照到门呢、啊？不是，这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出发了，出发了！赶快上去，我上去，我上去！哎，然后呢？哦，哎呀，哈哈，他过来了！啊，过来了吗？到底？现在呢？没提示我。
是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过来。这个就怎么才知道他过来了？我要该过去呢。声音一响，我就过去吧。音乐。哦，对了，我天，你在哪里啊？糟了，我碰不到他。我要去弄那个是吧？Oh my god， 待久一点哈。他们说看天花板，看天花板就知道他在哪儿。啊，去那边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在这儿找。他从那边。这差一点哎！叫一声，哦，叫一声再跑。哦，他叫一声在跑到上面吗？还是我再跑过去啊？刺啊，然后呢，来再看一下哈。哎，他们说我好聪明哎。来看，看那边左边去了，给他叫一下吧。叫了我再跑吗？右边了，右边了。好了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赶紧赶紧赶紧，这边吧。确定这一次就完了 ？Oh my god！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。Yes！ 哈哈，哇，我一次成功哎！哎，你确定完了吗？还有剧情不用？还有没有那个蜘蛛？他没死的嘛，他只跑了。就返回了吗？他让我返回。然后呢？我。应该是往下走吧，这个都烧没了，我不能照了。哎，出去了，就这样就出去了。哇，耶啊，真的死了吧？哎呦，哎，好烦，可不好。哇，我居然就把他弄死了。没有想起了这个呀。我开了灯的，你不开灯是有一片黑暗。彩屏落远歌，骆驼共奏未息吗？哇哇，所以这一关我过了喽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但他第二章还没有显示完了，这个皮还没完对吧？看看这个皮带。还是不是皮带，没有办法打开。我现在还没完吧？哦，蒙哥了，轻松一刻。现在他们说是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别故意说我轻松一刻哈。别开了，办公室。这是第三章吗？哦，还没结束。第三章如果结束，他会说一下的那种，有一个篇章。第二章准备完了。推开了，然后打开门。哎，这不是我办公室吗？嗯，然后去我的那个看一下吧。嗯，什么鬼？别吓我！看一下我的电脑。哎，不能靠近。那我在这儿干啥？那我在这里来干什么呀？还有线索？
估计不是这。现在去哪儿啊？哎，这是第三章？这不是第三章。我就玩两张，我进了男厕所嘞。像个迷宫一样。Tim 能读这条弹幕啊？可以啊。那你这条弹幕就是我不知道读出来有什么意义耶，就这个不？又高能预警！别开门，那我别开门，我就一直躲着，就玩不下去了呀，这个游戏。走，我们打印看看，就打印了对吧？是这个吧？不是啊。哪里的响？哎呦，有个人影啊！我肯定过去他就不见了，这种套路。看，哼，我就知道。然后看一下这我能不能开，还是不能啊？还是再还得走一走，对不对？爬死我了。
怀里的。不行了，我们家里人吓死个人。哎，这是不是就是说那个 DVD 里面的人？对。本来又想了，我又不能拿这个，因为这么多剧情啊。我要去那儿吗？显示了吧？我现在是一片黑暗。喂，是谁在按门铃？妈呀！真的很烦。走这个门是吧 ？Oh my god！ 还不能跑路。只能走、啊。哎，哎呦，吓死个人！又要看一遍。Hello， 欢迎来到逃出临界点，我是阿奇。现在我已经到达慈秀村的地下车库了。先看这个录像。经常会有灵体徘徊，今天我带了鬼姐特制的测鬼器，带大家在一起。这就引出来了对吧？刚刚是在停车上。哎呀，刚刚哦，这是第三章了。好吧，大家跟着阿奇。又是在直播，好烦。这不是那个恐怖片那个里面那个楼吗？是不是？就香港恐怖片里面的那个四方形的那个楼很吓人。啊，我这是应该是第三章了哈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的。哎，哦，但是我刚刚保存了的，对不对？保存了。看选择章节干，哎，所以我刚刚是玩完第三章了还是玩完第四章了？我们把死亡直播玩，心愿也玩完了。哦，所以最后就是只有第四章和第五章对吧？哇哇哇哇！哎，我因为这是我妹他们玩的那个通关了，然后我刚玩到哪里来了？我刚刚是玩到哪里来了？我刚刚就是从这。我下一次直播应该从第四章开始玩，对吧？啊，第五章？不是。通灵意境。真的第五了吗？我看一下第四，我点进去不就知道了。这是哪里啊？哎，第五，我看一下啊。那证明我是第五章开始的喽。Hello， 欢迎来到逃出临界点。我已经玩到第五章了呀。现在我已经到达慈秀村的地下车库了。听说这个无村啊，经常他们说再玩两个小通关了，可以，那我下次直播玩吧。特制的测鬼器，带大家在一起。就是从我刚刚就是玩到这里就没了的。哇，好快哦！我要通关啦！信号也太差了点吧。哎，退出。下次我们就从第五章玩哈，你们记得提醒我。下次就是从这个诡秘屋什么这里。好的，哎呀，来退出退出，我不想听这个音乐了。哎呦，吓死人了呀，真的吓死人了！谢谢大家陪我。